If you like this video,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. Thank you. Wow, 它是什么？哇，跟我们之前见过的恐龙都不太一样，体型也不太大。它一定非常可爱。跟它一样。嗯。啊，蜘蛛。左儿，这个是玩具蜘蛛啦。哇，跟真的一样哎。安仔，你吓到我了。明明很可爱啊，你仔细看看嘛。嗯，拿开。嗯，让我来为大家介绍今天的化石。今天的化石就是单爪龙啦。单爪龙能用强壮的前腿和第一只脚趾将藏在树皮里的虫子抓出来吃。吃虫子。早上好。你好，韦斯。咦，左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刚刚讲解说单爪龙吃虫子，好恶心。是吗？那今天大家就别来看单爪龙了，它那么恶心。什么？那可不行。那你们快来乌噜噜星球吧。好啊。今天由艾奇带大家去探险。你们好，我是能跟熊熊烈火进行战斗的消防勇士甲龙型帮帮龙艾奇。你好，艾奇。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去寻找单爪龙吧，探险要开始喽。斯皮诺，左儿，你不想去？也不是啦。你不用担心有虫子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嗯，艾奇。嗯，好，帮帮龙探险队出发。我们到了。哇！这里发生什么事了？昨天晚上又是刮风又是闪电的，都变成这样了。这里本来是单爪龙们生活的地方，现在看来他们已经去别的地方了。家变成这个样子太可怜了。嗯，好，大家我们一起收拾吧，以后单爪龙们一定会再回来的。真是个好主意。韦斯，艾奇，你们会帮忙吧？那是当然。呵呵，当然要帮。什么？快把这个虫虫玩具拿走，我不会再上当了。虫虫玩具？我就只有刚刚那只蜘蛛玩具啊。哦，左儿，这只是活的真的虫子。什么？左儿，冷静点，我来把它拿掉，你先不要动。没错，就是单爪龙，居然没离开。是单爪龙？他在干什么啊？他在找东西吃，那个是白蚁的窝。昨晚的风把白蚁窝刮碎了，里面应该是空的。看他把头缩回来，应该是空的了。嗯。他在剥开树皮呢，他在看里面有没有吃的，因为虫子很喜欢藏在树皮里。哇！他好像饿了，那我们去帮他找虫子吧。我也是这样想的。什么？
一只蚂蚁都没有。你那边呢？我这边也一只都没有。没想到找虫子居然是件这么难的事。啊！蜘蛛。谢谢你。这里又是虫子。祖儿真的好会找虫子，单爪龙都只在祖儿身边待着，好羡慕。也有可能是喜欢祖儿才靠近他呀。哎，不可能。那我们一起玩个游戏吧，看看单爪龙到底喜欢谁。哇！预备，来这里，来这边，这边。祖儿，你也来。我不去，虫子我连看也不想看。那就开始吧，单爪龙出发。哇，安仔。哇，卢卡斯。哎呀，干嘛呀？什么嘛，看来单爪龙最喜欢的人是祖儿。我们继续整理一下这些倒塌的树吧。就这样决定吧。哎呀，这风，乌云要飘过来了。闪电打到树上去了，树上有烟。啊，这些是什么？大家没事的，这棵树里的昆虫们只是想搬到另一棵树里去，静静的等一会儿，它们就会都走掉的，没事。哇，这是巨麦蜻蜓。哇，好大呀。帮帮我。咦，祖儿。没事吧？卫斯，没事了，吓到了吧？没事了，单爪龙，你回来吧。佩莉说不用太担心，她很快就能好的。太好了，你好好接受治疗，我下次再来找你。来，这是今天的贴纸。哇，谢谢你，韦斯。怎么
怎么了？你也想要贴纸吗？我觉得不是，他好像是想送你礼物呢。啊，是虫子！一只昆虫的蛋着落呀，摆一起我吃的蛋着落呀，看我将树皮弄碎弄碎，藏在里面的昆虫都是我的，看我的嘴巴张满张满，尖锐的牙齿张满张满，长长的脖子伸直伸直，左左右右四周张望的蛋着落，看着小却有力，就是这前腿和尖爪，掀开树皮就有我的昆虫。这是妈妈让我带来跟大家一起吃的曲奇饼干，哇，肯定很好吃！真的好好吃哦！安仔，你怎么可以一个人全吃掉？没有全吃掉啊，那还有两块嘛！这个贪吃鬼，你如果一直这样吃，以后会胖得走不动路的。不就是几个曲奇嘛，有什么关系？你们不要再吵了，继续吵下去就没法参观今天的化石了。我们去看看今天的化石吧。安仔，我真的是服了你了。让我来为大家介绍今天的化石。今天的化石就是噔噔幻龙了。幻龙还有一个有趣的别称叫假蜥蜴，它是生活在三叠纪中后期的爬虫类动物。讲解刚刚说幻龙还能叫做假蜥蜴，为什么呢？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想观察什么恐龙呢？我们今天想去观察假蜥蜴幻龙。是吗？那就快来乌噜噜星球吧。好呀。我是最喜欢照顾恐龙的开朗活泼人人喜爱的万龙型帮帮龙威奇。哇，是威奇。你好威奇。听说你们今天要去看幻龙，那我们要去海里看哦。先把波利奥叫出来吧。波利奥。我们现在就开始海底探险吧！帮帮龙探险队出发！哦，看那有好多幻龙！哇，它们游得真快啊！你们仔细看的话，还可以看到幻龙前脚趾尖和后脚趾尖的脚蹼。哇，真的耶！它们跟鸭子一样有脚蹼。原来是那些脚蹼在帮助它们游那么快。啊哈，因为它们主要在水里活动，所以才被人叫做假蜥蜴呀。威奇，要小心注意后面。差点就撞上了。秀尼鱼龙好像是追着鱼群来到这儿的。咦，看那儿，你们快看，秀尼鱼龙头上有东西，那是什么？好像是幻龙，但是它看起来
跟刚刚看到的幻龙长得不太一样。这幻龙的肚子怎么这么大？是个大胖龙啊！瞧，它都不需要游泳，张着嘴就能吃到鱼了。你太聪明了吧！不用辛苦的游来游去，躺着就能吃到东西。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，好好笑啊！就是，真的很好笑。变得太胖可不行。威奇，幻龙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一直在水里的话，幻龙的体温会下降，那会很危险，所以他们要上去晒一下太阳。咦，那只胖胖的幻龙好像也想上去晒太阳呢。他怎么了？他好像没办法游上去。威奇，那只幻龙好像有危险。收到。再一点，再往上一点。让我来帮你。真是差点出大事了，但是他怎么就游不上来呢？威奇，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他应该是太重了才游不上来，他也不游泳，一直在秀泥鱼龙头上躺着吃东西，所以才胖得游不动。他一直这么胖下去的话，以后会不会游不上来？对呀，刚刚还说他需要偶尔上来晒太阳呀。啊，有了，我们让他做运动吧。运动？我爸爸以前也有这么大的肚子，后来他认真做运动之后就缩回去了。胖幻龙运动的话，肚子也会缩回去吧？安仔这主意真是不错，你觉得呢？很好啊，我们试试看吧。胖胖的幻龙运动大作战第一阶段，用钓鱼竿引诱他，让他游来游去。这个方法能行吗？当然能行，相信我，从我这儿先开始吧。卢卡斯，就是现在。哦，好的。做得好，祖儿。现在开始，我们速度再快点儿。再坚持一下，再努力扑一下腿，你可以的。很好，耶，成功啦！那我们进入下一个阶段吧。胖胖的幻龙运动大作战第二阶段，用沙丁鱼群做诱饵，要努力让幻龙游起来。我们开始吧，一、二、三。我们先将沙丁鱼都引到幻龙面前。知道了，弗雷奥，后面就拜托你了。就是现在，进去那个缝隙里。
却缩回去了，恭喜你！你什么时候想晒太阳都可以自己游上来了。今天大家都做得很好，辛苦了。现在是时候发贴纸了。哇！大家要不要回帮帮龙基地一起吃超好吃的零食呀？好啊！安仔，你不可以又自己吃光。别担心，这次我连碰都不会碰的。真的？为什么？变胖的话，肚子会凸出来。肚子凸出来的话，我就不能尽情踢足球了。所以今天开始，零食再见，不吃了。什么？可能是心仪的远方亲戚，就算我能够相信意义要有用，但是我绝对不是信仰，不过我也绝对不是恐龙呀，我的名字是幻龙，幻龙。什么？既不是蜥蜴，也不是恐龙？用尖尖的像针一样的牙齿来捕捉花花鱼儿吃呀吃，短短的腿儿也能游得很好，有时候太阳下面晒日光浴，我不是那蜥蜴呀，别认错，也不是那恐龙呀，别误会，我是幻龙。真是的，卢卡斯居然自己先进去了。就是说啊，卢卡斯，我们来啦。他光顾着看恐龙化石，肯定都听不到我们两个说话啦。卢卡斯，什么啊？居然睡着了？卢卡斯，吓我一跳，你吓到我了。你昨天没睡好吗？跑来这里打瞌睡。我昨天买了新的恐龙书，看着看着天就亮了。哇，你还能去看恐龙吗？当然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是要去看恐龙的。今天的化石就是噔噔噔噔，喙龙啦。在沙漠里生活的喙龙是一种草食恐龙，它们通常会跟家族成员一起生活。哇，在沙漠里生活真酷。大家早上好。你好，韦斯。韦斯，乌鲁鲁星球里有沙漠吗？要有喙龙生活的那种沙漠。当然有啊。那我们可以现在就去乌鲁鲁星球吗？随时欢迎你们来探险啊。朋友们早上好，今天由佩利带大家去探险。你们好，我是不管哪里有恐龙受伤都会马上出动的复制龙型帮帮龙佩利。你好佩利。今天我们要去沙漠，先让在你们去沙漠看喙龙的朋友出来吧。斯皮诺，准备好去探险了吗？好，帮帮龙探险队出发。哇，这里真的只有沙子呀？因为是沙漠啊。在这种地方，喙龙能找到吃的吗？当然，喙龙喜欢以仙人掌和芦荟为食。那边的是吗？没错，既然那里有芦荟，那喙龙也有可能在那附近了。有可能哦，去看看吧。没有啊，这里也没有。我们在这等等吧。
我看不用等了，卢卡斯已经找到惠龙了。我，哇！你们看看小惠龙们睡觉的样子，真的好可爱。不知道是不是沙漠温度的原因，惠龙总是睡很多，动作也是慢慢悠悠的。我想看他们动的样子。小惠龙啊，起床了。啊，有虫子。没办法了。起床啦，起来一起玩吧。小惠龙们好像睡得很沉呢。要睡到什么时候？哎呀，这些贪睡虫。卢卡斯也睡着了。卢卡斯，卢卡斯，叫不醒他耶。这样的话啊，卢卡斯，爸爸给你买了新的恐龙书。什么？真的吗？什么呀，我还以为是真的呢。没想到卢卡斯居然这么喜欢恐龙啊。明明睡着了，一收到恐龙书就马上醒来了。啊，有办法了，我们也去试一试，用惠龙最喜欢的东西来哄他们起床吧。啊，好啊。芦荟是惠龙们最喜欢吃的东西之一，他们闻到香味肯定会起床的。是不是闻到香味啦？他们要去哪儿？我们跟去看看吧。他们还要走多远啊？哇，是绿洲！真的？哇！你们慢慢喝，别呛着啦。咦，这是什么声音？那边来了一只惠龙，它可能也是来喝水的。糟了，卫斯，惠龙好像在争夺地盘。朋友们，我们暂时躲到那边去，快点。听起来就像在挥球棒一样嗡嗡响，比球棒厉害多了。沙尘弄得我都睁不开眼睛了。他们像要打持久战呢。哇，我们队胜出啦！嘿，哪有什么我们队别人队呀、啊？反正赢了。不过那是什么？咦，那是沙尘暴，我们快离开，快到车上去。Listen!
就交给你了。放心吧，韦斯。韦斯，汤姆，挖一个能让我们藏身的地洞，要尽可能快。嗯。韦斯，快点！哇！大家快进去！韦斯，汤姆，他们在哪儿呢？没看到。皮外伤很快就会好的，你们以后要小心点，别又翻过来了。沙尘暴要来的话，记得要提前离开。下次见。来，这是今天的贴纸。左儿，安仔，还有卢卡斯。咦，他睡着了。我们不要叫醒他了，他今天应该很累了。好，那大家动作都轻点儿。不要吵到卢卡斯，大家都嘘。小灰龙，快起来。短脖子扁扁的身材，我是灰龙。圆滚滚的开膛喷涌，我是灰龙。短短的腿，用长尾巴摇摇晃晃。可爱的我还叫做木板蜥蜴。我的鼻子要非常的长得像鲸鱼，鲸鱼不也是鱼吗？在水里生活的，鲸鱼是哺乳类动物，才不是鱼好吗？我们快去听听今天的化石讲解吧。今天的化石就是，噔噔，苍龙了。苍龙是生活在白垩纪的一种海洋蜥蜴，因为脸颊没有骨头，所以嘴巴可以张很大，因此即使猎物很大，它也能很容易地吞下去。居然是蜥蜴，我觉得苍龙它刚刚是什么声音？好臭。安仔，你放屁了。很臭吗？嘿嘿，对不起，今天吃的有点多，肚子有点胀就。朋友们早上好。左儿，卢卡斯，你们怎么了？你好。你好，韦斯。安仔刚刚放屁了，真是超级无敌臭。屁不是我可以控制的嘛，对不起。韦斯，我们可以现在就去乌噜噜星球看苍龙吗？顺便躲一下臭味。快来吧。魏奇，原来你来了。对呀，韦斯。朋友们好啊，我是最喜欢照顾恐龙的，开朗活泼、惹人喜爱的万龙型帮帮龙威奇。你好，威奇。听说你们今天想去看苍龙，对吗？嗯，那得跟我们的好朋友一起去哦。伯利奥。
准备好到海底探险了吗？嗯。帮帮龙探险队出动！看看那边，好神奇！啊，我又想放屁了。安仔，你不能在这里放屁。对啊，这里又不能开窗。哎呦，虽然我知道屁很臭，但真的很难憋，我憋一下。你们看，是薄片龙。你们好，好久不见。小薄片龙好像长大了好多，对吧，安仔？对呀。安仔，你要跟他们打个招呼吧。等一下，我真的憋不住了。苍龙们究竟都躲到哪里去了呢？那么大，应该很容易看到呀。安仔，咦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不能呼吸了。什么？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啊？不是，是因为安仔一直在里面放屁。什么？对不起。我本来想憋着的，可是憋不住。还好没事，被你们吓到了。韦斯，我们可以到外面去吗？这里好臭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。我也要出去，在外面就算放屁也闻不到。好，那你们出来吧。但你们要穿好潜水服，再慢慢出来哦。哇！直接在海里看的感觉更加奇妙。真的好美，而且也闻不到臭味。对不起，当众放屁是一件不好的事情，我会尽力憋住的。那你可要好好憋住哦。咦，苍龙出现了。在哪儿？好像是妈妈和宝宝。真的好大。其实苍龙不是恐龙，而是蜥蜴。哇，很了解嘛。那你们知道吗？苍龙不只是嘴巴里面有牙齿，连嗓子眼前面也有牙齿呢。所以被苍龙咬到的猎物是绝对逃不掉的。所以大家要小心点。咦，它丢下宝宝要去哪里呢？是去捕猎吧。因为这么小的苍龙宝宝没有办法到太深的海域里去，所以通常是妈妈去捕猎，然后把食物带回来。那在苍龙妈妈回来之前，我们来照顾小苍龙吧。好啊。你好。好像海豚啊，对吧？真的好可爱。你在跟我击掌吗？我也要。我也要。咦，他怎么游过去了？他闻到安仔的这个气味就吓得游过来了。哎，怎么会？明明什么都闻不到。因为苍龙是靠舌头识别味道的，所以才会感受到。哇，好神奇啊。怎么用舌头闻气味啊？喂。他的妈妈好像回来了。这么快去捕猎的话，不可能这么快回来呀。不是苍龙妈妈，她是另一只苍龙，她正在寻找猎物。要想个办法，先躲到岩石后面去。幸好小苍龙已经顺利躲起来了。他们两个同样都是苍龙，应该不用担心吧？不是的，苍龙不会因为对方也是苍龙就放过他。小苍龙那么小，那么弱，很容易成为他的猎物。这么可怕！咦，他躲在那儿呢。
奇，照这样下去会有危险，我们出动吧。韦斯，韦斯，勇气力量变身。韦奇，你去保护小苍龙吧。韦斯。肯定会像小苍龙一样逃跑的。现在能放吗？当然能啊，其实我从刚刚开始一直憋着呢。别出来，这边很危险。别担心，我们想到一个好主意，让苍龙尝尝我放屁的厉害吧。准备，就是现在。哇，我们成功了！很厉害呀，真的很厉害。现在终于可以放心了。今天是你们勇敢机智地保护了小苍龙。对呀，苍龙妈妈一定会非常感谢你们的。今天真的要谢谢你们的帮忙。都是安仔的功劳了。是安仔放屁的功劳。给，是今天的贴纸。谢谢你，韦斯。给安仔的。哇，谢谢韦斯。安仔，对不起。长长的尖嘴要张开最大，嘴巴里面有着尖尖的牙，三角形的牙齿密密麻麻。海里的不是这，我就是苍龙，我可不是恐龙，而是蜥蜴，像蜥蜴一样舌头伸伸，尾巴像金鱼，扑通扑通，在海底游来游去，不是猎物，结实的强壮鱼鳍，扑通扑通，在海底里优雅的游来游去，宝石一样的鳞片包裹着我的身体，海里的游泳坚强，苍龙苍龙，长长的尖嘴要张开最大，嘴巴里面有着尖尖的牙，三角形的牙齿密密麻麻，海里的不是蛇，我就是苍龙。什么化石吧？让我来为大家介绍今天的化石。今天的化石就是，噔噔，孔象了。孔象是一种古代大象，跟现在的大象不同的是，它的鼻子长得短而粗，身长有7米，体重有13吨。哇，体重居然有13吨，真的好大呀！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想看什么恐龙呀？我们今天想去看孔象。是吗？想看就快到乌噜噜星球来吧。知道了。朋友们早上好。你好，韦斯。我们今天也跟斯皮诺一起去探险吧。
韦斯，今天谁跟我们一起去探险啊？还能是谁呀？野兵，我是年纪小却很努力。洛奇的声音好奇怪。对啊，不可以用原来的声音吗？年纪小却很努力，意气中天的霸王龙星帮帮龙洛奇，叫我洛奇就好。对啊，这样才像洛奇嘛。你刚刚怎么啦？没什么，我就觉得那样好像更帅。洛奇，你这样已经足够帅了，现在可以带我们去看看孔乡了吗？可以呀，大家跟我来吧。哇，我看到真正的孔乡了，但它们看起来不大呀。因为它们还是孔乡宝宝呢，这儿附近应该有比它们大很多的成年雌孔乡。成年雌孔乡？没有成年雄孔乡吗？因为孔乡本来就是由成年雌孔乡们带着孩子们过群体生活的，就跟大象一样。真的？真的吗，韦斯？嗯，没错。你看，我没说错吧？你们看，他们的耳朵前后晃来晃去的，真的跟大象好像啊，好可爱。哦，洛奇，你看那边那只小孔乡，为什么一直那样看着我们呀？他会不会是哪里不舒服？应该不是不舒服，他大概是在照看着弟弟妹妹。咦，他们这是怎么了？是四剑虎！这些孔乡们还太小了，恐怕会有危险，我们得过去帮他们。走吧，洛奇。等一下，维斯哥哥，站在最前面的那只小熊孔乡好像要上去应战。它看起来还很小啊。不会，它身体比其他小孔乡要大呢。刚刚一起玩的时候，它也一直在看着其他孔乡宝宝，它应该可以对付的。我们再看看吧。维斯，怎么办呢？不能等了，过去吧。啊，那只看起来身形最大的孔象是首领吗？是这个孔象群里面年纪最大、经验最丰富的孔象奶奶。真的吗？是奶奶呀？他们现在还受孔象奶奶的保护，应该都还是孔象宝宝呢，洛奇。是吗？可是……那我们现在回去吧。咦，韦斯哥哥，你看那边。嗯，是刚刚在树林里看到的那只小孔象吗？对呀，它在这儿干什么呢？看起来像是迷路了。那我们带它回去孔象群吧。嗯，等一下，我觉得它想尝试从孔象群独立出来。独立？嗯，雄性孔象长到一定的年纪之后，就要离开妈妈，离开孔象群，开始独立生活。洛奇，你刚刚也看到孔象奶奶在保护它呀。但是刚刚四剑虎逃走之后，其他的小熊孔象都回到妈妈身边了，只有这只小熊孔象没跟着孔象群。那好，我们再跟一会儿，看看情况再决定要不要带它回孔象群吧。我赞成。他在干什么呢？我想他是在找回家的路，韦斯刚刚说的没错，也有可能是在找食物啊。你们没看到他在用鼻子闻着味道吗？你们看，他找到果实吃着呢。要独自生活，必须会找食物。嗯，我们再观察一会儿吧。可能是想留下记号，这样孔象奶奶或者其他成年孔象看到的话就会找过来了。哦，听起来好像是这样呢。但它看起来更像在洗沙子澡啊。
嘿。他自己要去哪呢？会不会跟洛奇说的一样，再找以后独立生活的地方？他还嫌弃淤泥早来了，好像完全没想着要回家。维斯哥哥，我们回去帮帮龙基地吧，感觉他自己也没什么问题。嗯，那我们回去。他陷进泥沼里了，一直都会下沉得更快。再坚持一下，我马上就挤出来。洛奇，有机力量变身。维斯，有机力量变身。洛奇，你说的没错，这只孔象确实有能力离开群体独立生活了，我也向你学习了呢。嘿嘿，谢谢韦斯哥哥。好，那今天就让洛奇给你们发孔象贴纸吧。真的吗？我可以派发吗？当然了。哇，太棒了，当当。谢谢你洛奇，今天你是最棒的。洛奇给的贴纸好像特别好看呢。当然了，因为我呀是年纪小却很努力、意气冲天的霸王龙星帮帮龙洛奇呀。哎呀，没事吧，洛奇？我没事。洛奇，你小心一点。完全好，我们快去听听讲解怎么说吧。
让我来为大家介绍今天的化石。今天的化石是镰刀龙。镰刀龙又被大家称之为大镰刀蜥蜴，到目前为止只发现了一只，是非常珍稀的恐龙。是非常珍稀的恐龙？哇，好想去看看。朋友们早上好，今天想看什么恐龙呢？我们今天想去看镰刀龙。是吗？那就快来乌噜噜星球吧。马上来。朋友们，你们好。你好，美斯。那我们马上出发去探险吧。那我们要去找镰刀龙喽！棒棒龙探险队出发。不舒服就先休息一下吧。不用，韦斯。但是今天谁带我们去探险呢？我是论洼地不会输给任何人，沉稳可靠、力气大的迷惑龙型帮帮龙波奇。波奇！朋友们，你们好。听说你们今天想去看镰刀龙。那一起去看看吧。卢卡斯，你咳得好厉害。对不起，害大家没办法出发。那个韦斯，我留在这里休息一下。你跟大家先出发去找镰刀龙好吗？不好，卢卡斯，我们要陪着你。对啊，我们怎么可能丢下你一个人？但是不能因为我那我留下来陪着卢卡斯吧。这样也可以，我们一找到镰刀龙就马上联系你们，好吗，卢卡斯？好啊，我休息一下就会好起来的。卢卡斯，好些了吗？睡了一觉起来，感冒好像都好了。太好了，现在脸色也好很多了。谢谢。韦斯还没有消息吗？我们联系他看看吧。这是什么声音？奇怪，好像是从后面传来的。哇，波奇，你看。这些是谁做的呢？这个树木园的主人好像在那儿呢。那不是镰刀龙吗？但他为什么要走树木园呢？我猜他是想招待朋友们来这里玩。朋友？你知道吗？鸟类中有一种叫园丁鸟的，会用树枝装饰自己的家呢。哇，我好像在书上看过。他就跟园丁鸟一样，想把家弄得漂漂亮亮的，这样其他镰刀龙就会过来玩了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波奇，我想再靠近点看看。好啊，过去吧。镰刀龙前臂上的尖爪真的很长啊。对啊，现在你知道为什么镰刀龙的名字里有镰刀两个字了吧？波奇，忽然下雨了。看样子是要刮台风了。台风！镰刀龙，镰刀龙，快跟我们离开这里。他怎么了？为什么都不动？他想保护这个树木园。那怎么办？这样下去会出事的。等一下，让我想想。我看我们先通知韦斯和朋友们回来，然后一起转移镰刀龙和他的这些树吧。
这是个好主意，快联系他们吧。韦斯，我是波奇，能听到吗？好像快要下大雨了。出大事了，韦斯。波奇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跟卢卡斯刚刚发现了一只镰刀龙，现在台风快要来了，但它怎么也不肯走，需要你们回来帮忙。知道了，我们这就回。朋友们，走吧。波奇，在韦斯赶回来之前，有没有其他方法帮一下镰刀龙？让我想一想。啊，我有办法了！这样应该可以了吧？嗯，辛苦了，卢卡斯。啊，因为下雨，小河的水都溢出来了，怎么办？镰刀龙不能留在这儿了。我们快去高一点的地方吧。镰刀龙，它的利爪好像卡在藤蔓里了，用力拉出来，镰刀龙使劲。水过来的越来越快了，波奇，看看那。水要从那上面涌过来了，加油，再用力一点，拜托！卢卡斯，波奇，韦斯，卢卡斯，快快上车！韦斯，镰刀龙它前肢上的尖爪卡在树里了。知道了，我们会帮他的，你快上车。波奇，我们是时候出动了。知道了。韦斯，勇气力量变身。波奇。探索力量变身，别缠着了，超级钢牙。韦斯，那边的石堆要倒了，不行，交给我，让我挖出水沟，将水引去别的地方。哇，做得好，波奇。不要太伤心了，你一定能交到朋友。我们先收拾这里吧。交朋友？对。这只镰刀龙因为想要交朋友，所以才将这里装扮成庭院的样子。原来是这样，但是要重新装扮好这里需要很长时间吧？不要担心，我想到一个好主意。我带朋友们来了。好多镰刀龙！跟朋友们一起，一定能建一个更漂亮的庭园。卢卡斯，今天你做得很好。没有了，都是靠波奇在旁边帮忙。我也因为有卢卡斯，今天过得很开心。那我来给大家发今天的贴纸了。对了，卢卡斯，你的感冒都好了吗？好像都好了。太好了！安仔，你怎么？哎呀，这次怎么轮到安仔和祖儿感冒了？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。不是，刚刚淋雨。刚刚淋雨了才。Jake, so
上我的无敌公牛角，开！我可能没有做斗牛的才能。斗牛游戏可不能没公牛啊！你们在干嘛？我也想一起玩。快来决斗吧，公牛！可是我为什么要扮演公牛的角色？因为你跟公牛长得最像啊！啊，对呀，头上的角就一样啊。帮帮龙们来集体集合，朋友们来了。啊，朋友们来了！好紧张呀，今天会是什么恐龙呢？今天的化石就是噔噔食肉牛龙啦。食肉牛龙是生活在白垩纪后期的恐龙，名字有吃肉的公牛的意思。吃肉的公牛，名字听起来好可怕。可能是因为头上长了角。朋友们早上好，我猜大家今天想去看食肉牛龙对吗？我们现在可以去吗？随时欢迎你们。哇朋友们你们好。你好韦斯，今天带大家去探险的是汤姆。我是任何困难都能轻松解决的万能博士三角龙型帮帮龙汤姆。你好汤姆。我们今天坐斯皮诺巴士去探险吧。准备就绪，帮帮龙探险队出发。哇，这个草原超级无敌大。对呀，会不会有食肉牛龙在这吃草呢？你们快看那边，是食肉牛龙。头上有角，看起来就像巨大的牛一样。是啊，但是它不像牛一样是草食动物，食肉牛龙可是肉食恐龙。啊，所以才说它是吃肉的公牛啊。那有一只好像安仔的食肉牛龙，像我。冒冒失失小牛龙。什么冒冒失失？听起来像在骂我。呵呵，是说像你一样朝气满满呢。啊，原来是称赞我啊。他好像想跟我们玩呢。这只食肉牛龙不像公牛，倒像小狗。他这是怎么了？他们要准备捕猎了。那有只禽龙。他们首领开始动了。因为食肉牛龙拥有着长而发达的后腿，跑起来的速度能比人类快两倍。哇，食肉牛龙们马上就要成功了。啊，小食肉牛龙擅自冲了出去，将队形打乱了。小食肉牛龙太心急着冲出去了，让这次捕猎失败了。他怎么了？
食肉牛龙的脚也有遮挡阳光的功能，脚断了可能阳光射到眼睛了，好可怜。我们可以帮他做一只脚猫。好啊，帮他做一只脚吧。我觉得是个好主意。汤姆怎么样？别说做一只，要做多少都行。好，那我们马上开始吧。小牛龙，汤姆会帮你做一只脚的，你不用担心。汤姆用这个树桩来做脚怎么样？它看起来很结实。好啊，交给我吧。汤姆做的木脚被撞坏了，看来木材还是不够坚硬，尝试换成石头吧。哎呦，石脚好像太重了。是啊，我们去找别的材料吧。咦，这个怎么样？像是石头，但一点都不重。这可不是普通石头，这是玉。玉？是一种宝石，非常的珍贵。哇！而且这块玉非常坚硬，不容易碎。那正好用来做小牛龙的脚。嗯，就用这个试试吧。他好像很喜欢。你现在可以去试试捕猎啦，但是你不能再那么心急了，不然又会失败的。那不如我们来练习一下集体捕猎吧。可是集体捕猎要怎么练？我们来做小食肉牛龙的同伴怎么样？这主意真棒。我去把猎物找过来。找到了，是猎物。小牛龙，再等等，要冷静沉着，慢慢来。就是现在，小牛龙，快去吧！恭喜捕猎成功，小牛龙，以后照这样做就行。啊，小牛龙！啊，是霸王龙啊！看来刚刚那只禽龙是被霸王龙盯上了才逃跑的。我们要赶紧去救小牛龙。是啊，帮帮龙出动！韦斯，勇气力量变身！汤姆，智慧力量变身！冒冒失失的小牛龙变成帅气的捕猎者了，再见！再见！大家觉得今天的探险怎么样啊？能看到食肉牛龙捕猎的样子，真是太棒了！对啊，他们团结起来将霸王龙包围的样子太帅了。幸亏帮小牛龙做了新的脚，他才能去打猎。给，这是今天的贴纸。哇，是食肉牛龙！冒冒失失的小牛龙变成帅气的捕猎者了，那冒冒失失的安仔也会有所改变吗？说什么？让你尝尝安仔牛龙脚的滋味！不隆不隆！啊！走开！
短的前腿，我叫食肉牛龙，没办法，不长的我特别伤心。不过我长长的后腿，呼哒哒哒，我就是传说的跑步健将。身长8米，体重2吨，身材棒棒，非常自豪，食肉牛龙。短短的嘴巴里有什么呢？60颗尖锐牙齿藏在里面，眼睛上3颗星灯。是我的脚用来搞怪物心意，我喜欢你炫耀我漂亮的脚，我才帅气，我是最帅的恐龙，食肉牛龙。短短的前腿，我叫食肉牛龙，没办法，鼓掌的我特别伤心。不过我长长的后腿，呼哒哒哒，天下第一最帅的恐龙，食肉牛龙。If you like this video,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. Thank you!